老师，灵感来了怎么办？你说到灵感哦，灵感呢，不需要阻止的哦。当你有的任何想法，你就把你的手机拿出来，把你的想法先哼出来，或者是如果你在家里，然后有吉他或者钢琴，就很快的做一个记录的小样，哪怕只是一句，或者只是一个和弦的组合，你就把它录下来，短短的一分钟，然后就可以把它隔着，隔到你下一次练习再拿出来，把它变成 demo。 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，学习用手机记录。忙了整天